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我是彭洁华，今晚的主要新闻有：港股持续做好，市场憧憬中央再有刺激经济政策出台，关注沪深股市听日复市的表现。一个男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煽惑他人伤害林郑月娥，判囚16个月。加沙战事一周年，全球各地有反战示威集会。详细内容，港股延续升势，恒指重上23000点水平。市场关注内地结束长假期，沪深股市在听日复市。发改委预告有记者会，市场憧憬有更多刺激经济措施出台。有分析相信 A 股好大机会维持假期前的强势，亦都有专家呼吁民众审慎入市。据广州记者陈卓康报道。国庆长假期前，沪深股市急升，成交量创新高。广州多间券商在国庆期间照常营业，为客户办理开户申请。我们在国庆期间仅开户数这一项呢，我们就较上一周增长了266.66%，业务咨询量也是平时的5到6倍。发改委宣布星期二上午10点召开记者会，介绍一篮子增量政策。市场憧憬将会有更多刺激经济措施出台，再带动股市。咁梗系无限憧憬噶啦，咁啲人会有你冇你买先咯吓，就算唔系买晒嘅，我谂点都买一啲啦。其实合捧下场咁样啦，咁你买我买嘅话，咁其实讲紧就即系吓，应该个气氛方面嚟讲好畅旺。尤其是券商打头的话，应该是涨幅会比较大，包括这个半导体的、消费的这几个方向，应该都是备受资金关注。内地股市在假期前夕单日交易额达到26000亿人民币，创15年新高。有证券业人士话，睇近期港股同美股中概股的表现，相信在短期之内有望再破纪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了预防出现交易拥堵，减轻瞬时接收资料的压力，星期二起延长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时间。沪深交易所进行全网测试，为星期二复市做好准备。民众又有没有兴趣入市呢？对我的市民来说，肯定希望长远一点，要稳定，要买没买那么多，买完之后见好就收。短时间应该会的，長期的話都是要看經濟，暫時不諗住，觀望下先，都係，因為感覺上之前已經都升了一段時間，看看國慶回來之後是怎樣的表現先。有內地經濟學者就呼籲民眾對今次牛市持審慎態度。因為我們股市的基體不是一個健康的基體，它還存在著很多的漏洞，如果這些漏洞不補，只是知道往里注入新的资金，那就会进一步加剧股市恢复健康的成本和这个市场的不公平，导致的股民可能又面临一轮新的被割韭菜。他说内地股市现有的注册制、独立董事制度等都存在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陈卓康报道。恒生指数上升超过300点，收市重上23000关口，是超过两年半以来的第一次。内地股市复市前夕，港股继续做好，但指数犹如过山车。恒指开市不够10分钟，升幅扩大至504点，升上全日高位23241点，但只是10分钟左右，指数急回至22700点边缘，一度倒跌。之后大部分时间在23000水平增持，收报23099点，上升362点，成交2968亿。急升的速度咧，你話開始越嚟越挫咧，都係唔出奇嘅。呢轉咧個市咧係由呢個資金帶動嘅，咁所以嚟講咧，我哋落止蝕位啊、離場位咧，我哋唔係睇指數嘅，我係睇成交。旺場嘅可以炒落去，但係突然間，妻離子散，冇乜成交，2000亿都唔足嘅咧。
就小心小心了。法改委听日介绍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市场憧憬有刺激消费的措施出台。李宁同蒙牛齐升8%，小米升至3年来的高位。澳门在国庆黄金周头5日出入境人次按年升近19%，赌业股做好，金沙中国同银娱齐升9%。资金继续追捧晶片股，中芯国际上升21%，两日累积升幅超过57%。中资保险同券商股保持强势，中人寿升穿20蚊关口，连同平保齐创超过1年高位。港交所升4%，直逼400蚊关口。友邦逆市下跌3%。无线电视记者李宝善报道。欧洲股市，伦敦富时100指数最新系升32点，巴黎 CAC 指数升8点，德国 DAX 指数就要跌51点啦。转睇其他消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虐儿案，最后一批12个被告虐儿罪成。其中10个人判囚6至64个月，法官话各被告明知故犯，行为可耻。12个被告去到区域法院应讯，佢哋涉嫌喺2021年喺保护儿童会同乐居任职嘅时候，多次虐待小朋友，涉及超过140项虐儿罪。首被告46岁嘅赵永善，涉及49条控罪，包括来回拉扯、拍打幼童、又打佢哋嘅面、头，并且用鞋掟佢哋等等。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擁有20多年的幼兒工作經驗，說人手不夠，同樂居的扭曲文化影響了他，事後亦都患了抑鬱症。區域法院法官黃思麗判刑的時候說，被告拍打小朋友之後發笑，行為邪惡橫蠻，心腸歹毒，令人髮指，判監64個月。23歲的卓海恩被控21項控罪，他求情的時候說，一畢業就在同樂居那裡工作，見到前輩做事又樣學樣。法官话佢全无同理心，更加为幼童食树叶，判囚34个月。涉及19项控罪的庄嘉怡，法官就批评佢施袭嘅手势纯熟，形容令人不寒而栗，判囚38个月。另一个被告李晓怡涉嫌用手指弹幼童嘅眼睛，更加将佢哋拉成一字马，行为暴戾，判囚34个月。另外有6个被告分别判囚6个月去到36个月不等。至於梁善儀和陳信興，因為有悔意和沒有出手施襲，判服180小時社會服務令。法官黃思麗說，各個被告求情的時候說是仿效資深員工的行為，但是他不接納作為減刑理由，反而說與其仿效，不如以身作則，合眾人之力推倒歪風。又說這些小朋友因為父母無力照顧而暫託在同樂居，他們不懂得投訴，只能夠啞忍。各個被告明知故犯，行為可恥，部分人袖手旁觀，行為是麻木不仁。事发喺2021年，保护儿童会同乐居被揭发有近40个小朋友遭到虐打，警方先后拘捕同埋起诉34个职员，除咗2个人罪名唔成立，其余大部分都被判囚。无线电视记者刘全玉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判刑具阻吓力，有教育界人士就期望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虐儿案会绝迹。同乐居虐儿案发生之后，社会广泛关注点样保障儿童嘅权益。立法會隨即審議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列明社工、教師、醫護等23類專業人士，如果有合理懷疑發生虐兒，需要盡快舉報，違例嘅人可以判監3個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話：同樂居案判刑具阻嚇性，加上虐兒條例2026年生效，相信唔會再有類似嘅事件發生。依一件事件裏邊咧，其實都係可能有部分嘅人，可能佢哋都睇到有其他人都做緊一啲對兒童唔適合嘅事情，但係佢哋可能當時候咧就冇依個嘅法例要求佢一定舉報啦。咁但係依家如果你唔舉報話，你就係犯法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嚟講，我相信有埋依個安全網咧，對於日後嚟講都係兒童方面都有更加大嘅保障。依件事之後，我知道好多有提供住宿服務嘅機構咧，佢哋都會喺啲唔同嘅位置。除了有特別私隱的位置當然不行了，其他的我們都會加裝，盡量加裝一些的 CCTV， 持份者都會小心了，看回兒童一些的傷勢、傷痕各樣東西都會整個，即我想業界和整個社會對這件事情都會是著緊著。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學副校長李哲宏也都說，同樂居事件加強社會反思，怎樣避免這一類事件再發生。監測是我覺得是足夠的，我覺得大家怎樣，即是很多時候保護兒童不一定是要
係咪一定係要有法例先，我哋先保護兒童咧？冇法例係咪我哋唔會保護兒童咧？所以大家對即係個細路仔嘅成長嘅過程，點樣可以安排一個一個好 safe 嘅環境俾佢哋？我覺得呢一個反而係最大嘅核心咯。至於涉事嘅保護兒童會，事發之後已經作出改革，包括成立守護兒童學院，對職員提供更加專業嘅培訓，又制定政策提供守護兒童指標，俾會內28個服務單位跟從。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一個男人4年前喺社交平台發文，煽惑他人傷害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喺區域法院判囚16個月。法官陳廣慈批評被告毫無悔意。案件在區域法院判刑，控罪話64歲被告潘德樹2020年在 Facebook 發文話，真係認真諗下點樣殺死林鄭。辯方求情話，案發嘅時候正值疫情，並非暴力事件高峰期。佢被捕之後亦都同意刪除貼文，又形容係換味性質，對公眾產生嘅影響力有限，而被告重犯機會低。辯方又話，被告今年發現肺部有血塊同埋穿窿，曾經2度入院，要服用薄血藥，希望法庭輕判。法官陳廣慈判刑嘅時候話，被告發帖激化矛盾，產生煽動效果，令人越講越興奮，越想認真諗一諗。而貼文針對本港公權力嘅代表人物，即係時任特首林鄭月娥，並且引嚟留言懟冧佢等等，可見貼文引起被告朋友嘅興趣，佢哋各有諗法，同樣想加害特首。對於被告在求情信話冇諗過發帖的後果，只是想博朋友一笑，陳廣慈批評被告毫無悔意，並且反問被告在貼文回應的時候有冇諗過不少人因為網上輿論激化行動，貼文煽動的效果不言而喻。又提到被告擁有一個好名德樹，但是涉案的貼文看不到德，亦都看不到樹，語氣低俗。虽然从被告的求情信不难看出他的本性善良，但是人性会因为政治氛围而改变。以18个月为量刑起点，基于被告的肺部验出血块，以及在审讯入面同意大部分控方的案情，酌情减刑2个月，最终判监16个月。无线电视记者刘慧仪报道。转头总会报道。如果遇到生死，我哋发觉去保险箱，普通保险箱不够摆。樓契咁大沓，20年前已經話修例會改，但一直都未有做。美國2個研究小分子核糖核酸嘅科學家奪得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翻嚟新聞時間，以巴衝突爆發1週年，加沙死亡人數增至近42000人，戰火亦都不斷外溢。加沙中部城市代爾拜拉克一間醫院入邊有難民居住嘅帳篷，當地星期一凌晨遭到以軍空襲，造成多人受傷。傷者包括小朋友同記者。以軍話襲擊嘅係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嘅指揮同控制中心，並且話襲擊前有採取措施保護平民，包括使用精準炸彈進行空中監察同加強情報收集。以色列北部海法市星期日晚響起警報，市內有建築物損毀。當地警方話黎巴嫩真主黨向海法發射5枚火箭彈，部分被以軍防空系統攔截，碎片跌落市內。以軍同日晚對黎巴嫩貝魯特市郊展開新一輪空襲，以軍聲稱攻擊黎巴嫩真主黨位於貝魯特的情報總部和武器儲存庫，以及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和貝卡地區的據點。以巴衝突爆發1週年，以色列國會星期一下半期致哀。1年前在雷布基姆茲參加音樂節，遭到哈馬斯襲擊喪生的近400名死者，他們的親友同日到事發地點出席悼念活動，表現哀傷。除了音樂節，哈馬斯去年10月7日突襲以色列多處地點，造成大約1200人死亡，目前仍然有近100名人質遭到哈馬斯挟持。以軍隨即進攻加沙，衝突一觸即發。加沙衛生部門說，衝突在當地造成近42000人死亡，超過97000人受傷。
190万人流离失所。以军就话，过去一年喺加沙袭击超过40000处哈马斯据点，摧毁咗1000个火箭发射点，并且喺黎巴嫩击毙咗超过800个恐怖分子。又话冲突爆发以嚟，分别有13200枚同12400枚火箭从加沙同黎巴嫩发射到以色列。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全球多个城市有示威同集会，分别支持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星期日有大型集会抗议以色列攻击加沙，几千名当地党派伊斯兰促进会的支持者舞动巴勒斯坦的旗帜，他们手持写着为加沙杯葛的海报。有示威者说要唤醒世界，和话给美国听他们是支持紧恐怖分子，并希望为巴勒斯坦和加沙伸张正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批民众在街上示威，高叫口号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武装组织哈马斯，并谴责以色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仔比拉尔亦都同家人一起参与示威。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有几千人上街游行到国会，期间更焚烧以色列国旗，他们要求当局和以色列断交。摩洛哥政府虽然曾经公开反对加沙战争，但仍然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英国伦敦就有大约1000人在海德公园聚集支持以色列，他们挥动以色列的国旗和展示被哈马斯掳走的人质相。在德国首都柏林，亦都有大批亲以色列示威者在警员的陪同下游行。巴西、澳洲、墨尔本等亦都有人声援以色列。无线电视记者吕晓雪报道。转睇其他消息，楼契首次电话保禁后，要保管都唔容易噶。其实20年前已经通过修例，可以改善到呢一个嘅问题，但一直都冇实施。楼契会随住转手次数加厚，左边呢沓转手过2-3次，转手多几次就会好似右边呢沓咁有半尺厚。屯返另一個新入伙屋苑呢，我入行時佢已經咁高喎，因為點解呢？佢中間已經轉咗7-8手喎。如果呢個 size 我哋發覺去保險箱，普通保險箱唔夠擺，咁迷你倉又點呢？迷你倉又好似唔夠穩陣。樓契點解會咁厚呢？基於契約註冊制度，層樓涉及買賣、按揭、解除按揭等等，都有一份註冊文件，對齊文件才能夠證明業主100%擁有業權。只要有一張不清晰甚至遺失了，即是俗稱的缺契，都可能損害物業價值。個別新盤有提供俗稱 CD 契或者 DVD 契的電子版本，但是市場不太接受。舉個例，中間如果曾經是有一個按揭係做了，點知咧就係揾嚟揾去咧都揾唔到，到底有冇咧就解除咗當年嗰個100年前嘅按揭？咁咧就有啲咧就好叻嘅律師咧就會話啦，咁會唔會呢個銀行走出嚟同你講話？喂，其實我仲有呢一個嚇某啲嘅權益喺度，你還翻嘅錢俾嗰間銀行先至好同我做交易啊咁。立法會其實早在2004年通過修訂土地業權條例，將而家每次交易都要證明業權一次的做法，改為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之後就可以獲確認是業主。但是20年嚟措施都未有生效日期。土地註冊處回覆查詢的時候話，由於條例在審議後期曾經作出重大改變，政府承諾生效之前會再檢討。包括轉換新制度的時候，怎樣處理業權不清晰的個案，涉及欺詐的物業買賣，又是否可以恢復原本的業權等等，地產界、法律界等的持份者都未有共識。未來計劃先在新批出的土地實施新方案，涉及大幅修例，目標明年頭一季向立法會提交新的修訂草案。有立法會議員期望日後都可以俾舊土地嘅業主自愿轉換到新嘅制度。以後就一張紙、一張咧業權證明書，咁咧就可以搞掂噶啦。如果市民覺得我願意佢即係寧願一勞永逸做一次翻查曬所有業權文件，哪怕可能當中要涉及到一啲費用啊、律師費等等咧，俾政府去將我由契約註冊制度
轉為一個業權註冊制度的土地合約的。他相信在轉制的時候，有關的業主都要證明業權沒有瑕疵，相信不會引起爭拗。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患有心臟衰竭的病人五年間死亡率超過50%，較很多癌症更高，醫生建議病人要留意日常飲食。今年72歲的 Alan 9年前做過換心瓣手術，2年前再發現有心房顫動。咁我諗下，我自己都40歲啦，若然唔係太嚴重嘅，我都唔想再做手術。醫生話，如果你個心率係高過100，我成個鐘頭都係咁咧，你要再食多半粒嘅心跳藥咯。就咁樣，係俾藥物蒙住咯，而家就。事實上，各種心臟疾病都有機會導致心臟衰竭。所謂心臟衰竭，是指心臟不能夠有效地將血液泵到去全身器官，影響正常運作。結構性的心臟病就是心臟的結構出現問題，譬如這些心瓣合不埋或者開不到。另外就是一些血管在心臟的外邊，佢哋咧好似啲樹根咁樣咧，慢慢咧會包住個心臟嘅，咁啊會供應住心臟嘅血液同埋養分。如果咧呢啲嘅血管咧即係受阻嘅話，譬如脂肪積住咗入邊咧，咁呢啲咧就叫做冠心病啦。無論咧各種原因都好咧，我哋嘅心臟咧都會慢慢由正常嘅心臟去到發大，變成咧即係心臟衰竭咁樣。另外，醫生建議心臟衰竭患者日常飲食除了要均衡，亦都要嚴格控制鈉和水分的攝取量。佢鈉質同埋鹽分有一種鎖水的作用嘅，會令到水分咧冇辦法咁容易排出體外。如果水分多了啦，再加上心臟衰竭，心臟未必有效率咁樣運行咧，咁就會令到我哋水腫，甚至乎氣喘啊，透唔到氣咁樣嘅。心臟衰竭雖然可能做運動會吃力，但如果有心臟科醫生的指示或者物理治療師的指示，就亦都可以做一些相對適當的運動，強化翻嗰個心臟功能。雖然目前未有完全可以治愈心臟衰竭的方式，不過藥物治療可以強化心臟，減緩症狀和併發症的出現機率。无线电视记者曾晓婷报道。今届诺贝尔奖陆续揭盅，首个公布的医学奖由两个研究小分子核糖核酸的美国科学家夺得。获奖的分别是70岁的安布罗斯和72岁的鲁夫坎，以表扬他们发现小分子核糖核酸和他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扮演的角色。這項突破發現揭示了有關基因調控的全新原則，對包括人類在內的多細胞生物很關鍵。目前已知人類基因可以編碼成超過1000種的小分子核糖核酸，據知如果調控出錯，可能會導致癌症或糖尿病等嚴重疾病。兩人將會平分1100萬瑞典克朗，折合大約是820萬港元。頒獎典禮將會在12月10日舉行。轉頭會有時事中國。歡迎收睇時事中國。內地一連7日國慶黃金週嚟到尾聲，北京有旅客選擇多留幾日避開回程高峰。有旅行社說出境遊的生意有增長，但有民宿負責人說整體生意不如去年。駐北京記者葉子華報導。國慶黃金週假期最後一日，北京著名景點南锣鼓巷仍然有不少旅客。我应该会晚点走，然后我老婆会带孩子先回去，我在这边再玩几天，错开这个高峰期。我们来的时候是提前来的，因为这个客流量比较大吧，玩几天，然后多玩几个地方，多跑一跑，多走一走，多看一下北京的这个景色。
除了近年流行的特种兵旅游之外，亲子游亦都是关注焦点之一。有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游的消费金额比整体高出两倍，亦都有旅客改变消费模式。因为他生意差了嘛，就是钱就没有以前赚了这么多了，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肯定就是在想着一点不能花这么贵了，就能买就买，不能买就能省就省了。这间在白塔附近胡同里面的民宿有八间套房，房价大约1000元人民币左右。负责人说，去年黄金周的假期比较长，可以做两转客，今年部分客人提早退房回程，亦都感觉到客人消费比较守紧。今年来说，从价格上面，然后从入住率上面，是比去年要稍微少一点点。他们会去挑选一些比较一下房价，或者会跟我打电话说，如果我要多住几天，你能不能优惠一点？除了留在国内旅行，出境游亦都是选择之一。这间旅行社在国庆期间有100多个团出发，主打中东、非洲、南美等小众长途路线。今年出游人数较去年增长大约25%。人均客单价呢，比去年呢这个同期的人均客单价呢要涨幅呢大概在40%左右。就游客呢更多的可能喜欢这种长线的呀、深度的呀，啊这种就是一玩我要到一个地方要玩透。他又说未来希望开拓中亚旅游市场。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内地铁路部门预计全日有超过13000班列车开出，创下单日投放运力的最高纪录。7日长假期结束，民众都要收拾心情，准备翻工翻学。铁路部门就预计星期一，即系假期最后一日，全日接送近2000万人次旅客，有超过13000班列车。喺北京进出车站嘅人潮不绝，唔少都一代二代。當地鐵路部門就預料星期一會接送150万人次旅客。請大家有序出站，有序出站，注意安全哦。北京市交通委話，部分列車凌晨先至去到北京，接駁去市區嘅交通，包括部分地鐵線將會延長營運時間，亦都會增加夜間巴士等等。路上人挺多的，坐了17.5小时吧。另一个热门旅游城市上海，铁路回程高峰持续到星期二的凌晨。市内三大车站预计星期一有67万人次以上的旅客进出。虹桥火车站预计夜晚9点之后客流达到最高峰，到时每个钟头有30000多人次。因应民众需要，会通宵开放候车室。覆盖广东、湖南、海南三个省的广铁就预计星期一以跨省客流为主，每个钟头最高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了疏导人潮，会开设高铁转乘地铁的单向免安检通道，旅客只需要进行一次安检。当地交通部门亦都会针对接驳交通收费、非法营运等的问题加强执法。交通运输部就预料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星期一达到6300万架次。丰台区的道路挨晚起开始堵塞，有路牌标示交通繁忙路段。位于中心城区的朝阳区塞车情况就比较严重。北京市交警部门说，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晏昼已经出现，车站、机场附近的车流量偏多，呼吁车主留意交通情况。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内地多个电动车车主近日投诉，在完成充电之后未在指定时间内离开，被收取额外的费用。有法律界人士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厘清收费范围和限制。新能源汽车在内地越来越普及，业内估计上个月的零售销量有望达到110万架，是3个月内第二次超越传统燃油汽车。随着用家急升，对充电设施的需求亦都急增。部分充电站为了确保车主完成充电之后尽快离开，近期就增设占位费，但收费每个品牌都不同。以 Tesla 为例，一个钟头就要300多元人民币。就打个比方，我开个停车场充电站，我说了算啊，你占用我的费用，我说一分钟2块钱，你也没办法。你充满以后不移开，它是在那个
费用上要微信上扣你钱，很贵的。Tesla 嘅客服回应话，收取占位费并唔系为咗盈利，而系考虑到用户嘅服务体验，促进充电资源嘅有效利用。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充电站因应需求收取占位费可以理解，但收费范围应该更加透明。比如充电桩的企业在这有明示的价格，你觉得合理就充，不合理可以去选择，解决不了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相关的物价检查部门应该主动的出手。亦都有律师指出，虽然现在国内没有相关的法规，但消费者若果认为收费不合理，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市场监督部门投诉。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内地多个省市上个月底陆续为房地产政策松绑，销售市场反应不错，珠海亦都多了不少港澳居民去买楼。国庆假期多地楼市迎来黄金周，部分房地产企业亦都乘胜追击，推出多项优惠吸引客户。同香港、澳门陆路相连的唯一一个内地城市珠海，房地产市场亦都出现销售热潮。有地产代理话，多了人来销售中心咨询，或者要求去示范单位参观。短短四日已经达到过往每个月的平均成交量。今天一天又没有吃到饭，因为就已经没有时间吃饭了，全都在接待客户。那我们的成交目前的话呢，是成交30多套，然后以前的话呢，可能就是以前每个月的一个数量，现在我们4天基本就已经完成了。亦都有开发商话，假期过咗一半，其中一个楼盘销售额已经超过1亿5000万元人民币，当中港澳客人占20%。有来自香港嘅代理就话。在国家推出一系列振兴楼市的措施之后，香港客户对北上置业投资更加有信心。针对现在的这个楼盘来讲，我们整个国庆都超过了20批的客户。一有美金减息，他们觉得可以换种货币去做一个其他的有利投资的话，揸住嚿钱谂住换啲人民币，当是一个储钱的机会。他又认为内地楼市持续向好，相信会有更多港人以投资为目的去到内地的城市买楼。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东盟峰会星期三在老挝开幕，今年的焦点包括推动成员国更大经济融合。吴家轩在老挝万象报道。老挝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东盟峰会会场首都万象国家会议中心一带，沿途路牌或者电子显示屏不断展示峰会的资讯。在地标海船门前面挂起了东盟成员国和中日韩等多国的国旗。今年峰会主题是增强互联互通与抗疫力，预计多国合共超过2000名代表出席。大会说峰会将会推动成员国在三方面有更好的协作，包括是促进基建联系性、收窄发展分歧，并且是推动更大经济融合、加强人民交流。峰会开幕仪式在当地星期三举行，由老挝总理宋塞主持。在中盟峰会和相关会议举行之前，部分成员国家领导人有变更，其中泰国总理佩通坦是8月上任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登场。另一個焦點是據報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峰會期間會分別同國務院總理李強、南韓總統尹錫月等領導人雙邊會談。外界關注中日領導人會不會談及上個月在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襲身亡等等的議題。今次是老挝自1997年加入東盟以來第三次主辦峰會，對上兩次分別是在2004年和2016年。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在老挝萬象報道。時事中國講到這裡了。翻嚟新闻时间，巴基斯坦有中资企业车队在卡拉奇机场外遇到汽车炸弹爆炸，中方人员最少两死一伤，另外有多个巴方人员伤亡。中国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径。爆炸发生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出面，有汽车陷入火海，消防前往灌救。
军方人员封锁现场调查。有民防部门人员说，爆炸的威力强大，机场几栋建筑物入面的人都感受到震荡。巴基斯坦警方说，机场出面有一架运油车爆炸，造成死伤。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俾路兹解放军在发给传媒的电邮入面，承认利用汽车炸弹袭击中国公民，包括工程人员。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声明，话当地星期日晚11点左右，中资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的车队在机场附近遇到恐袭。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强烈谴责，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工作，要求巴方彻查，严惩凶手，同时务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确保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同埋项目安全。涉事的公司有份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计划在卡西姆港兴建两座燃煤发电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今次袭击，又向中国领导人同埋人民，特别是遇难者家属致哀。夏巴兹话已经展开调查，强调巴基斯坦致力保护中国朋友，将会不遗余力地确保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巴基斯坦下星期将会举办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当局已经加强保安。目前有数以千计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大部分涉及由中方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的基建以及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比鲁兹解放军一直为比鲁兹省争取独立，认为中方协助巴基斯坦剥削当地人。比鲁兹解放军过往曾经杀害在当地战略港口瓜德尔港工作的中国公民，亦都曾经袭击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无线电视记者冯庆会报道。7:30新闻报道完了，再见。